是火鸡里里的石灰，千万别揉，回去用清油洗干净，你又能看得到了。我要是瞎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要是瞎了，我就是你这辈子见过最风流倜傥的男人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可是于十三，怎么可能有事呢？ 城门的位置吧。能。好，带走。你自己先回去。你去哪儿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啊？老尼还在等着我英雄救美呢，他怎么少得了我呀？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 我要是遇到你，我就死了。出狱，用一个金元宝来我于十三陪你开心一晚。叫于十三啊！于十三，我还有很多个元宝，能不能再多买你几晚？我要是真的包了你，怕是这辈子再也分不开了。 风沙，唯愿许他过山。